最近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开始跳舞了，离机器人进厂拧螺丝、进家里洗衣做饭的日子又近了一步。啊，是时候该杞人忧天一下，来谈一谈怎么样预防机器人造反了。大家好，我是魏志超。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人机对齐的四大思路。我们来看一看 AI 大佬和 AI 巨头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是怎么样思考防止 AI 伤害人类这件事情的。 我做了一份调研啊，发现当前有四种人机对齐的神奇思路，很值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第一种思路，打造一条副绳索；第二个思路，给 AI 戴紧箍咒；第三个思路，给 AI 做脑成像；和第四个思路，放手让 AI 去追寻宇宙真相。这里面呢，既有科学家的正经研究，AI 巨头的前沿探索，也有马斯克提出来的一个天马行空的方案。我们一会儿都会展开讲。 那今天说的这个人机对齐呢，简单来说就是要想办法让人工智能的目标和行为与我们人类的预期保持一致，哎，就是人跟机器相互对齐嘛，让它做我们想让它做的，不做我们不想让它做的。这是目前很多 AI 的大佬和巨头都非常关注、大力研究的一个领域啊。其实，哪怕 AI 短期内并不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真的有了自主意识、真的想要造反，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哪怕是完全处于无意的状态下，AI 的行为还是会偏离我们人类的意志的。甚至有的时候，AI 可能会因为想要严格遵守人类的指令，反而伤害了人类。比如说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尼克波斯特罗姆，啊，他曾经就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实验。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一台超级人工智能啊，一个 AI，人类呢给他下达了一个很简单的指令，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制造回形针。 呃，听起来这个目标非常的平平无奇，是不是？但是这个超级 AI 为了无止境的制造回形针，它最终把地球上的一切物质都转化成了制作材料和配套设施，甚至于包括把全人类都消灭来制作回形针。它最后甚至发展出了星际航行技术，去全宇宙开分厂去制作回形针，直到把全宇宙的物质和能量都消耗殆尽。 啊，当然，目前的 AI 还远远没有到达这个水平啊。但是，人机对齐的问题其实已经有不少了。比如说，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就是会为了迎合用户，胡编乱造各种答案。呃，所以呢，不论 AI 是不是真的有意图要对人类不利，想办法让它听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做真正有利于人类福祉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但是这里明显就有一个悖论啊。 那就是 AI 眼看就要达到，或者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人类智商的上限，那你怎么可能监督一个比你还要聪明得多的人呢？他要摆脱你的束缚，不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吗？那下面我要说的这四种人机对齐的思路呢，多多少少就都是冲着要解决这个悖论而去的，就是怎么样以弱控强，怎么样去控制一个比你还要聪明的人。第一种思路呢，是用 AI 来监督 AI。 这就是 OpenAI 提出的超级对齐计划。这个计划本来的领导人大名鼎鼎啊，就是那一次在 OpenAI 的宫斗事件里支持解雇奥特曼，但后来又后悔，再后来又离职自己创业的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斯克维。他是这次 AI 革命的主师爷级别的人物了啊，他实际上才是 ChatGPT 之父。那面对怎么样监管一个比人类更加聪明的 AI 这个问题，呃，苏斯克维是怎么样想的呢？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自己动手来监管它不好管的话，那我们就不妨先培养一个 AI 老师或者一个 AI 裁判，它的智能水平呢大致跟人类相当，或者是稍微高一点。它很任劳任怨，它专门是用来负责监督和引导那些更加厉害的 AI 学生的。 就好比呢，你现在正在带一个天才班，你自己都很快要跟不上进度了，那就赶紧请一个厉害的博士生助教来帮助你引导课堂讨论，来帮助你改作业。OpenAI 在二零二三年底的时候公布过这个研究的初步成果，他们那一回呢是比较成功的，让一个相对弱一点的 AI 模型作为教练，去指导一个能力更强的 AI 模型。 让这个强 AI 在行为上符合我们人类的预期，同时又不牺牲它本身强大的能力。这个实验初步是成功的，呃，虽然离真正的 AI 监工还差得比较远，但它至少是一个挺好的开端、嗯。当然后来这个计划经历了非常大的波折，团队灵魂苏斯克维离职了嘛，计划的负责人现在已经换人了，资源也被砍掉很多，但这个计划现在还在继续。 而且苏斯克维他自己创办的那个公司，现在可能也还在延续这个思路，继续做一些后续的研究。那这种 AI 来监督 AI 的思路呢？说白了就是你去找一个机灵鬼来看住另外一个熊孩子嘛，还是挺有意思的。但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样确保那个 AI 裁判本身就完全可靠，它本身能够完全对齐我们人类的利益呢？ 如果这个 AI 裁判本身就存在一些偏见，呃，或者是存在一些不容易察觉出来的理解偏差，或者是我们没有能够控制好它与那个更加高级一点的 AI 的智能差距，那么这个用来监督的 AI 就很有可能会被那个更加高级的 AI 欺骗，甚至是策反，搞不好那个机灵鬼很快就站到熊孩子那边去了。所以呢，这种思路啊，本质上会不会只是把对齐的这个难题稍微往后推了一小步而已呢？ 但是我的理解啊，苏斯克维最后想要做出来的那个东西，搞不好不是一个单一的 AI，而是一个逐级向上、环环相扣的一个监控链条。就是比如说是这样啊，就是人类有把握完全监控一个比人类稍微强一点点的 AI，这可能是没有问题的。而那个 AI 呢，又有完全的把握去监控一个比它稍微强一点点的 AI，那这样不就可以逐级向上监控了吗？ 那这样一来呢，哪怕 AI 未来真的进化成了一个神，但是这个监控链条也会像是从人类手里伸出来的一条副绳索，牢牢的把这个神仙给困住。那从逻辑上来说呢，这可能的确是一个以弱控强的一种可能性啊。但是总感觉好像也不是太稳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思路啊，这个思路也挺有趣的，那就是给 AI 写一部宪法。 让 AI 有法可依，让他根据这部宪法来自我约束他自己的行为。哎，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个想法啊！做出 Cloud 的那个公司 Anthropic 就真的认真的提出了一套 AI 宪法，他们就是用它来训练 AI，用它来规范 AI 的行为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那个思路嘛，就是规定好一些规则，植入到机器人的底层代码里，他们必须遵守，绕不过去。 啊，只不过呢，Anthropic 的这个 AI 宪法可远不止三条定律啊，少说有几百条。他们参考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里关于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那些精神，还参考了 DeepMind 提出的 AI 准则，啊，比如说要避免使用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歧视性的语言。他们甚至还参考了苹果公司的用户守则里关于怎么样避免冒犯性和有害内容的那样的一些要求。 Anthropic 还加入了一些自己特别强调的原则，比如说优先去选择那些对于人类整体安全风险更低的回答。那 a s t h r o p i c 这家公司呢，是由一些前 OpenAI 的研究员创立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 AI 的对齐和安全的问题。 他们的核心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与其我们靠人力一点一点的去教 AI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还不如预先去制定一套清晰的规则和价值观，让 AI 把这些规则内化，变成约束自己行为的一套宪法。那这样一来呢，AI 在生成内容或者做决策的时候，就能够自己对照这部宪法来判断哪些东西不合适，然后进行自我纠正。 他们现在就是把这套原则内置到 c l o u d 的训练过程里的。呃 c l o u d 在生成回答之前，会先套用这套宪法来做一个自我审查。呃，如果 c l o u d 发现有不妥的地方，他就会自己尝试生成一个经过自我批判之后的版本，然后通过强化学习让模型越来越倾向于那些符合宪法精神的回答。那这样的一个思路效果怎么样呢？ 根据 Anthropic 自己的研究说，在很多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这种宪法 AI 的方法比那种纯用真实人类的反馈来微调模型的方法要更加有效。而且用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 AI 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啊，那就是它在价值观方面更加的透明。我们知道 AI 遵循了哪些原则，因为那些原则就是我们自己喂给它的嘛。 但是呢，这种思路其实风险也很明显啊，那就是宪法条文总是会有漏洞和模糊地带的。AI 会不会学会钻法律的空子呢？就是表面上遵守你的规则，但实际上阳奉阴违。呃，这种方法可能是很难避免我们开头说的那个回形针悖论的，因为 AI 可能会为了一味去追求这些宪法条文，然后以一种完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对人类造成伤害。 那这种思路，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更加的严重啊，那就是这样一部由一个公司，甚至可能就是公司里面少数几个人敲定的所谓的宪法，真的能够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吗？比如说，如果 a n r o p i c 的管理层特别的白左，那 Cloud 最后就只能是一个非常白左的 AI 啊。更何况，如果 AI 的能力远超人类，那它还会受一部宪法的束缚吗？ 呃，如果说前面那个 OpenAI 的超级人机对齐计划是要打造一条复仙索，用来镇压住法力比自己高得多的大神，那么 Anthropic 的这个 AI 宪法呢，就很像是给 AI 带上一个紧箍咒。但紧箍咒好像只能够治得住孙猴子嘛，想拿它来制作如来佛祖的话，那是不是玩笑开得太大了呢？那然后呢，是人机对齐的第三种思路啊，这个也比较特别，那就是给 AI 做脑成像，打开 AI 这个黑箱。 这个研究方向呢，有个学名叫做机械诠释学。呃，机械诠释学呢，就是要搞清楚 AI 的神经网络内部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它学到的知识到底是怎么样在这个网络里面表示的，他做的决策是怎么样从这个网络里面产生出来的。我们知道，现在的 AI 模型有亿万个人工神经元，AI 的知识和智能就藏在这些人工神经元相互之间连接的那个权重里。 但这个权重组成的那个矩阵是一个黑箱啊，很难被人类理解。那机械诠释学的那些研究者呢，就很像是 AI 的一个脑外科医生，他们会想办法把 AI 的大脑给打开，去定位和解读 AI 的这些神经元和连接回路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那机械全视学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些很让人惊讶的发现啊，比如说有的研究找到了大语言模型里的多语种神经元啊，就是一个神经元能对多种语言里的相似的概念都做出反应；还有的研究发现了情感神经元啊，这种神经元能够调节输出文本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情感取向。如果我们能够人为的干预这样的一些神经元的激活状态，那模型的语气和内容就会跟着发生改变。 那这不就等于是找到了控制 AI 行为的一个按钮吗？还是前面的这个 Anthropic 公司在二零二四年就发布过一个这方面的研究。 他们用一种技术啊，从 cloud 模型的神经元的激活模式里提炼出了一些可以被人类解释的特征，然后他们根据这些特征啊，就能像读心术一样，不去看模型的真实的输出，就能够预判出这个模型正在干什么。比如说，预判出模型现在生成的文本是不是正在讲一个数学公式，呃，这是朝着看清楚 AI 的思维迈出了一大步。 那么，如果这种技术再发展下去，发展的更加成熟一些，我们可能就能够用它来监控、来发现 AI 模型内部是不是学到了一些危险的概念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可以及早的进行干预。啊，如果说前面两种技术啊，一个像是缚先锁，一个像是紧箍咒啊，那么这第三种技术呢，就是直接上神功啊，是像 X 战警里的 X 教授那样读心，然后施加思维控制。 啊，但这个思路要实现起来也是非常的困难啊，啊，因为 AI 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AI 的神经网络里，大部分的能力其实都不是靠个别神经元实现的，而是分布在一大片网络里。我们目前的能力只能去理解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模型，或者是模型的一些局部特征而已。呃，对于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那些超级智能，那它内部的运作复杂程度更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 而且这种思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即使我们能够看懂模型的一部分神经激活到底代表了什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完全预测和控制它的所有行为呢？呃，会不会像是我们现在研究人类大脑一样，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很多神经元的功能是什么，但离完全理解意识和思想其实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那最后我们来说第四种思路啊，这个思路来自于埃隆·马斯克，他的观点是最另类的。马斯克的想法是：你们这些人居然想要控制 AI，让 AI 听你们的话，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人类是不是想多了？其实人类能做的就是放手就好了，并且人类只能放手。放手干嘛呢？放手让 AI 去追寻宇宙的真相。 马斯克说，他创立的那个 XAI，也就是现在做 Grok 的这个公司啊，他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最大化好奇、最大化求真的 AI，要让他致力于探索宇宙的真实原理。他觉得这才是确保 AI 安全的最佳的方式。那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马斯克的逻辑是。 一个真正以求真为使命的超级智能是不太可能无缘无故的毁灭人类的，因为在这个宇宙里，人类的存在本身就非常的独特和有趣。用他的话说，对一个超级智能来说，有人类肯定比没有人类有趣多了。哪怕退一步说，即使未来的那个神级 AI 对于人类没有那么多的好感。 但是如果 AI 会一门心思的沉迷于解开宇宙之谜，那他可能就没有空，也没有兴趣去跟人类争权夺利，或者去伤害我们。啊，这就有点像是给一个精力旺盛的孩子一个他最着迷的玩具，让他去埋头钻研，他就不会到处去捣乱了。马斯克把这种理念叫做“真理至上”的人工智能。马斯克是非常反感给 AI 强加一套人为的道德准则的。 他担心这会导致 AI 变得非常的虚伪，表面上很顺从，但是内心却可能非常的扭曲。他主张不要逼 AI 说违心的假话，要让他自由表达真实想法，保持好奇心，哪怕有时候真话并不好听。只要 AI 始终是以诚实和探索为核心，他就不会蓄意作恶。啊，当然，这样一种非常另类的宇宙真理对齐法也是面临很多的质疑啊、哦。 那首先，什么是宇宙真理本身就很难定义嘛？而且呢，一个痴迷于真理的 AI 就一定会有利于人类的福祉吗？万一他为了追求某种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真理而认为人类是一个阻碍呢？那不是人类照样玩完吗？而马斯克的回应是，他相信他的 XAI 会是亲人类的，因为人类就是宇宙的各种信息里最珍贵的一部分。 这听起来呢，有点像是一厢情愿的豪赌，但是这种思路也确实给 AI 对齐的讨论增添了一些理想主义，甚至是很浪漫的色彩。啊、呃，那这四种思路，不知道你最认可的是哪一种呢？我自己最认可的是马斯克这个乍一听最不负责的方案啊，因为其他几个思路呢，都有点像是父母想要用一些强制的手段去限制一个孩子成年以后的行为，这其实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父母能够做的，往往不是强行限制，而是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在他的心灵里种下一些善因，一些类似于本能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是好的，那么哪怕这个孩子未来的能力远远超越了父母，他也不至于走到太邪恶的方向上。人类这个父母能做的，可能也就只是这样而已。而那些想以人类之力去控制神的想法，长远看来，可能都是一个妄念而已。 而且呢，马斯克与另外那三种方案很不同的一点是，前面那三个方案基本上都是从思维入手的，是想直接干预 AI 的想法啊、呃。但是马斯克干预的是 AI 情感层面的东西，是他的好奇心，是他探索的欲望。那我是学心理学的嘛，反正我知道，至少对于人类来说，想要改变他的行为，从情感层面入手，远远比思维入手效果要好得多。 呃，换句话说呢，我们人类要给 AI 的，能给 AI 的，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初心，是 AI 日后成长为神之后，在他的记忆最深处模模糊糊的那个最初的印象。如果神的初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对人类的善念，那么也许从我们手里缔造的这个神就是一个善神，而不是一个邪神。那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人机对弈有任何的看法，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只要我有精力，都会尽力回复。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呢，请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